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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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那再来你们要带来吗？再来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也是嗨歌，所以现在可以把你的雨伞遮掉，没有遮太就太大了，然后就是大家想要冲撞的可以来前面摇滚区。大家拿伞挤在一起比较不会湿哎。哎，大家拿在一起比较温暖，真的。来，要前来台前面，还有哪位？哪些朋友一起来前面？对，前面有遮，刚好可以遮到不会湿。好，那就不说废话，接下来带来最后一首歌，一样它是拉拉主题曲，但是它是卡通版的。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 ，Rose。Rose。最后鼓手打最后一下之后，大家一起跳起来。那。
周围一个人坐了。好，那就是谢谢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表演。然后我们是 The Feeling， 我是主唱娃娃。我现在有时间可以介绍团员吗？不然就还不太好。有。好，先介绍。哎，我超不爽的。戴墨镜那位帅气的假头男楚文。干死老百姓都闭嘴。然后右边是钢琴社特感之友我们的 keyboard 手小蔡。然后我们团长蜜蜂。贝斯手小雨。然后还有就是超强的吉他手小黑。然后工商服务时间结束，那我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。那你是？我是主唱娃娃。谢谢 Feeling， 虽然下雨，可是还是表演得很棒。雨越下越大，对。不过相信大家都已经习惯了。对，所以说这都是 OK 的，真的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对，大雨浇不起大家的热情。好，那刚刚那个团啊，就很爱就是日本。对。然后他们那个 Nana 的主题曲，就应该让一个 Nana 的电影的主题曲，而且是卡通的。对，然后呢？所以下一团跟下一团有关联吗？下一团啊，就是说日本的卡通。就想到其实日本不是就是以动漫就是为你说变身的那种吗？对啊，然后在美国小时候我都看一个卡通，小时候我们都常看卡通，对。对，那小时候看卡通的话，我都看Cartoon Network， 对，然后里面呢都会有那个飞天小女警，所以下一团是飞天小女警？不是，对，我还没讲完，那美国有飞天小女警，日本没有飞天小女警啊，日本就是换其他人来维持正义。对，那要请谁呢？小时候的是什么月光仙？对，就是代替谁之类的。我们从小听到大，是美少女战士吗？对，是美少女战士。所以跟下一团，对，想必都是美少女。好，都是美少女，结果都不是美少女。对，所以下一团名字非常特别，他们就叫做美少女战士。那他们的团介上有写，说是美少加战士，加女战士，加女战士，就不是在，对，是美少年跟女战士的故事。那美少年，我们就要看一下，那谁是美少呢？美少可只要是男的都是美少，只要是男的女战士是女战士，对，都是女战士，了解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名字不开心吗？就有时候介绍的时候有种羞于启齿的感觉，就有点尴尬。好，那就代表声音很有 power， 而且还蛮好记，又还蛮好记的。对啊，好，那女战士要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？我们就是一群，就是我刚才是不同系的啦，我是中文系，他们是土木系，还有一个国系的学妹这样。哦，学妹，对。我们不是同一个系。但都是女战士。啊，其实男的也是女战士的。阿福也是女战士的。他是女的。好。OK， 现在差不多了吧？对啊 ，OK 了吗？你才 OK 了吗？跨上去，他已经掉下来。那就由美少女战士来拯救地球吧！哎，掌声欢迎我们的美少女战士。好，那我们带来第一首《第一天》。大哥，老鼠放哪一下？
是要移过去。谢谢。要移吗？对，还是要移过去。来接手喽，在你和天空之间。Thank you.
吉他手超帅吗？帅翻了！你刚不是在打鼓吗？变很快。好，刚刚那首是一首慢歌，那再来一首快歌。你的微笑。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带黄飞的《追追追》。
Go! Yeah! Yeah！ 谢谢我们的美少女战士。对，好了，期待就是之后，对不对？他们还可以有其他的那个，真的非常的精彩。对，真的真的，台风太好了。对啊，刚才底下我们在大肆的讨论，就其实我们学校乐音社真是不错，真的。可是呢，每次在那个小七前表演的时候，为什么就是不驻足观赏呢？嗯，就大家饿了吧？然后大家饿了，那也有可能就是太热了。啊、嗯，对啊，下雨才会就是凉的人才会热情。哦，对啊，就觉得其实真的是不错，表演也是很激情啊。可是为什么每次这学校都不肯驻足观赏呢？真的有那么饿吗？好啦，下次的话真的要准备一些食物。这种计划就不要再说了。对对对，好，那美少女战士结束以后，下一团好像是非常失意的一个团名，失意听起来有点怪怪的。好，那就是大家看我们的小册册，秋水。对，小册册呢，还有那个照片，大家不都放团照吗？对，不管是帅的、丑的、美的，男的、女的，哪一团是丑的啊？没有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对，丑的没有，丑的没有，对，都是 OK， 都是帅的，嗯，好不好？对，那好，那大家都放团照，可是为什么他这一团就放图片？放一个湖，上面有个人在划船。对，就是乐团，放乐团的图片。嗯，对对对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上面就只有淡淡写的那个，就是 autumn water。对 ，autumn water。autumn water。对，那就照字面再翻过来，就是秋天水。啊、嗯，就秋水嘛。对，就秋水。对，那就取那么诗情画意的名字。为什么要取那么诗情画意的名字？为什么要取这么诗情画意的名字？其实，没有，其实就是名字是因为前几上个月我爸要把说要把我改名字哦，然后那时候我说你就叫秋水好了，可是这名字怪怪的，当名字后，所以就把它当团名哦，就是这样临时起意。好，那说到这个啊，其实这一团大有来头，到最近就是那个 YouTube 影片，然后 Facebook 大家一直转载的影片，主题曲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它是一个那个选秀节目，超级偶像，哦、然后这个是有那个黑眼豆豆吗？黑眼对，就有一个蹦蹦哥，就是那个加给给，他有来吗？啊，没有、哦、没有，这只是带到一个主题，对，然后蹦蹦哥很红，然后是超偶的海选。那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？就其实，在我们后面背后有一位参加的超偶海选，谁？就是秋水哥啊，秋水哥，秋水哥，秋水哥，对，秋水哥，对，然后当初也是对，实力坚强，挺进，对，绝对不是像蹦蹦哥那样，对，是靠真的实力，对，然后就挺进去这样，对，所以说是实力很坚强啊，光这样听你就知道了，真的超偶不是一个简单的。对啊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接下来我们时间要不要交给我们的主唱？哎，另外一位主持人又在上面，他怎么一直不做好主持工作？对，还把上衣也脱掉，露出胸毛是怎么？真的，对，算有点喜欢耍帅哦，好，喜欢耍帅，就跟我们的那个小手册上面写的一样吗？对，潮男 ，Yeah， 好。OK， 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不要就是交给我们主持人 ？OK， 那我们就欢迎非常诗情画意的 Autumn Water。Yeah， 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Autumn Water， 就是秋水的意思。现在下雨天其实蛮讨厌的，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我们的音乐。那第一首歌 ，Coldplay 的 In My Place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
还没，还没。胸毛的，好，现在雨还没停，对不对？那再来继续听一下，下一首是比较慢的歌，来自绿洲乐团的《Stand By Me》。
好，谢谢。先介绍一下团员好了。在我们左手边这位吉他手，帅哥旭宏，欢呼一下，帅哥旭宏。然后右边吉他手香菇头，超男，不是超男啊，没有，英伦型男，龟龟。好，介绍完。然后